唰。王子，王子，你快看那河里啊！终于发现野生的对象了，撒！快拿草网！王子，你那眼睛开过光吧？怎么老能看见睁开眼看不见的东西呢？在我们老家河里爬上来那玩意儿搞不了对象，倒是能抓替身。对呀，王子，你抓替身去吧。等我回去给你们安排一个斩首全家桶套餐啊！你鸡巴搞不着对象，心情不好嘛？我寻思让你看看那鸭子。看鸭子干嘛？跟河里游的特别合理。然后呢？鸭子都有对象，你不觉得臊得慌吗？鸽子，我让你们俩陪我出来挤兑我来了，撒！吃过细粮食吗？见过高白面吗？连鸭子都不认识，你们不觉得臊得慌吗？那是鸭子吗？那个？王子，你这种富二代臊样子不懂。鸭子一共有三种，一种是焦黄焦黄的，咬一口直流油，配着薄饼吃的；还一种是白的，嫩嫩的，香喷喷；还一种是带脚蹬子的，能坐俩人，一蹬还往前走。那这个跟哪种也对不上。这个这不还没进化呢吗？汪汪汪！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这是鸭子叫唤吗？你看，我们从建筑学的角度上给你证明一下啊。丫丫，我以后事业运怎么样啊？汪汪。娘娘，我以后财运怎么样啊？汪汪。丫丫，我以后晚年怎么样啊？汪汪。娘娘，我以后身体怎么样啊？汪汪。哦，我也问一个，我也问一个。丫丫，我以后爱情运怎么样呀？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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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孟子，你别误会，我觉得他不是那意思。怎么不是那意思了？他说我没有爱情，对吗？不是，他说你没有以后。好，说得好，明天把你家长喊来。孟子，我家长时呢？我送你一把铁锹。你看，孟子是鸭子吧？重点不在于这东西是不是鸭子吧，重点在于这倒霉玩的肯定听不懂人话呀，拿我当包袱了，降了。孟子，你放屁了对吗？起雾了，你指定是脑瓜子有点富裕你。别跟鸭子置气，孟子，我给你逮起来。我是跟鸭子吗？我是跟你们。彪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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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儿，你看看我说的吗？我就说他不是鸭子。告诉你别干坏事吧，那是野生动物，那不是野生废物。是那么好惹的吗？几个意思，这是说话了撒。王子他就不站着呢吗？站话了，这也没话呀，变石头了，站硬了。说那咱怎么办呢？王子，你想想办法，也不能让他一直在这站着呀。那拉你卧室门口站着去，那老站着也不是事儿啊。那躺你床上躺着去，当抱枕，左边挨着你，右边挨着你媳妇。王子，你怎么知道我睡左边？好，回家吧，吃饭去。